3、2、1，整个几个70周年的问题，请你回答。哦，70周年堂庆，第一个问题，70周年堂庆的主题是 one。我们讲到的是合而为一，讲到的是回到起初的初心，讲到的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能够彼此相爱，成为一个身体。70周年堂庆是什么时候？是今年10月10号国庆日那一天开始，10号到12号。70周年堂庆去几天刚好？非常好的问题。当然是全程参加咯。第四个问题，70周年堂庆要收报名费吗？答案是要，成人500元，学生300元，儿童免费，鼓励大家全家一起来报名。70周年堂庆义工要干嘛？当我们的家人回来的时候，谁要来接待我们的家人？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投入在参与服事当中，能够服事我们自己的家人，也服事列国。70周年有主题曲吗？有，目前正在制作当中。70周年堂庆会有多少人参加？河滨篮球馆的座位是有限的，大概5000人左右啊，5000人。所以弟兄姐妹要把握机会，赶快报名。70周年堂庆有什么非参加不可的理由？台平良堂一生也只有一次70周年，所以你错过这个，永远没有办法再参加70周年堂庆。好，70周年堂庆，你会穿美国队长的衣服吗？答案是我会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现在胖20公斤 ，Avengers Assemble， 所以我的美国队长的衣服还要去修改成瘦身版的啊，就是类似是韩版的那种。这个很特别的美国的队长，70周年堂庆，可以跟你一起拍，这什么字啊 ？B Vogue 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拍什么？拍什么？